格局打开，格局打不开了，打不开了，打不开了，今天打不开了啊，后下次再说吧，下次一定好吧。比利乌逊啊，他说这个也是蓝色啊，这个也是蓝色啊，这个不是蓝色不行吗？这个也是蓝色啊，这个也是蓝色啊，也是蓝色，好吧，也是蓝色啊，又是我没有讲，我原本你们都晚了一个小时，我都下班了，早上9点啊，主要不是样品，我 no 啊，我 no 知道不是样品，我 no 知道啊，好吧，哎喂，不对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好吧，好吧，20分钟时间我就去吃饭了啊，大家后天再来吧，好不好？后天再来吧，好吧，后天还是我行不行？后天还是我啊，很神奇啊！后天还是我，好吧？后天再来吧，行不行？后天啊！吃饭前告诉你啥呀？我吃啥？我就今天公司准备了大餐啊！今天中午吃了那个酱大骨是吧？还有盐焗皮皮虾，还有清蒸生蚝。晚上就只有苦瓜。今天晚上是有苦瓜吗？啊，那不吃了。真的，你们大家不来的话，我就混一混，我就去吃饭，我就下班了。你们一来之后发现，哎呀，命苦啊！命苦啊！你们晚了一小时我就下班了。啊，后天早上，好吧，后天早上，本来我摸摸鱼就可以下班了，结果，强行给我增加工作量。得让他走，大家吃个饭，不然的话玩不了多久的啊，要循序那个可持续什么的，可持续发展啊。